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十二号的公司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关心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这几天拢是出日头的好天气，也唔过要变天咯。礼拜二北部高，但北部的温度会比今日减三度到四度。天高热，疫情继续传，台北市大动员展开大变数，嘛好有民众爱清理树林附近的积水。沙地阿拉伯的卖家等下靠近的大清真寺，昨传出吊车落来的意外，造成至少107人死亡，238人受伤。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这两天里时哦，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也唔过要提醒观众朋友爱注意，明仔载要变天咯。今仔暗时开始哦，东北风会慢慢啊增强，阴方面落雨的几率会增加。明仔载礼拜北部个东北部的温度会比今仔减三度到四度。气象局表示，今仔台湾各地偏乌金门马祖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早暗天气较凉凉哦。东半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雨，中昼过了，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要提醒观众朋友，明仔开始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哦，北部、东北部跟金门、马祖拢会有局部短暂雨，一直到后礼拜哦，是愈来愈有秋天的感觉。透早跟半暝温度只有22度到24度，所以出门要加早一领外衫。再来关心天狗日疫情继续传哦，疾管署早起公布上新的本土天狗日病例的统计，昨新增加617例，阁创单日的新高，已经累计8677例本土的病例。这几天哦，台北市环保署一透早就动员志工阁清洁人员，伫十二区摒扫环境哦，嘛呼吁住伫靠山区的民众一定要清理厝里附近的积水。挂手套、揢粪扫落啊！透早200几个志工伫个台北市个大东区沿路清扫，除了有饲鱼仔个花卡会当接水，其他花卡下卡个水盘拢爱甲水倒掉，变过来放。发现有结石个垃圾水，更加爱小心处理。不能这样随便乱倒，因为怕它还是在滋生。你倒水后，它一定会在滋生。唔呀，大东区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会知影拢共步来清理环境。环保局表示，虽然目前台北市11个天狗日的病例，拢是去南部旅游去感染。不过环境的清理也是要小心，尤其是挖山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像包括士林啊、北投，或者是在这个松山信义这边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啊，我们也是呼吁啊，就是这个住在山区周边的民众啊，能够注意啊住家周遭啊滋生源的一个清除啊。环保局表示，除了山区要注意，目前经过卫生局的调查，大安、松山还有信义区的布氏指数上高，代表积水内底结石相对较侪，嘛呼吁这几区的民众要注意环境，一礼拜至少有一天要定期去清理积水。记者林金露朋友做台北报道。之前的风台跟大雨，造成全台湾的金枝跟中南部有真侪山地受创哦。南投金枝山地计小，涨为每百公斤5600块起跳哦，平均一支金枝爱20块，计小空间会阁继续起哦。反而金枝计小好，会着出头，农民已经开始24点钟排班来顾果子园了。农民伫咧金枝园内底来回的巡视，因为风台甲之前的大雨，造成金枝减产，计小在咧起悬。以前晚因为金蕉起价，结果贼仔来偷摕金蕉，所以今麦不管是透早还是暗时啊，拢必须要有人来看守。今麦真无干，会当收成，收成的时阵，阮农民一年所投资的心血啦，吼，甲食饭，所有个拢伫遮，啊，靠这金蕉咧生活尔。农民表示，今麦金蕉的价格100公斤为5600块起跳，估计价格阁会继续起。安尼介绍是这几年来上好的，不过大家拢烦恼水果园着插头，而且唔啦金蕉，南投的火焰果嘛出现同款的状况。我希望讲咱这行政单位吼，是毋是伫个咱，因为咱这产业道路嘛，那你在前后跟中段的时候吼，有那个监视录影机前后呢。南投的火焰果为红太进前的1公斤560块，已经起到90块。有卖这火龙果园已经着过插头，除了当地里长无定时来放送，提醒农民要注意插头。南投县警察局嘛已经要求各分局要加强果园的巡逻。记者南投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阿州大厦就是姓朱的大学生哦，挑战用各种方式来环岛。去年是骑奥多拜，今年是行路。27天行台湾一日，一共虽然过程是真是辛苦，也毋过一路上拢有人甲伊加油，有人甲伊斗相共，互伊感觉台湾水的毋但风景，阁有人。金牌头生配上大目镜，伊是年岁只有20岁朱同学。虽然看起来敢若参照一般的大学生，不过伊讲规身躯乌乌的皮肤是开了近尾一个月走路西台湾来的，因为伊讲要用无同款的角度来重新熟悉这块土地。地条街里啊，甲一个大牌啊，朱同学并无安排遮个大，全部靠双脚来走完全程。八月初为台中来出发，沿途一直为北来行，走过东北角来看海景，嘛走过南台湾的海边。不过伊讲上水风景，还是台湾的人情味。就是会给我请我饮料啊，就是突然停下来帮我加油之类的。对，还有一个阿伯会，还有婆西瓜给我吃，他是卖西瓜的，他就很就觉得很温暖，对吧、啊？沿路加油打气，有人送伊食的，或者是饮料回补充体力；有人热心回留伫大，会顺利会使行完全程。27天拢总行过1172公里，会感受到台湾民众的温暖，嘛希望因出来锻炼家己的毅力。虽然梦想是真伟大，不过上烦恼的还是厝内底的人。啊，咱心内是想讲，迄、那个囡仔哦，唔知身体堪会起入去，伊安尼戆戆啊行。哎啦，咱真感动啦吼！阿妈讲，孙仔离开厝的这几天，伊是食袂好嘛，困袂好。不过看到孙仔回来这一刻，互厝内底人心内烦恼终于会使放下。而朱同学表示，照着双脚，若会感受到台湾民众的温暖，未来更加希望会使用行的来环游世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北市动保处之前伫北投山区的民厝查到第一件大型非法的繁殖场，内面有349只狗仔，包括有日本的柴犬、红贵宾、吉娃娃等无同品种的狗仔，也只红罚60万，这嘛是这几年来上悬的。台北市动保处接到检举，协同警方提搜查票来到位在北投山区金片片的这个徛家，发现内底饲了上百只狗仔，包括柴犬、红贵宾、吉娃娃，还有法国的斗牛犬、甲柯基只狗仔，总共查到349只狗仔，内底有58只是还袂长龄的狗仔仔，初步确认的有新的狗母有26只，有真侪不明的药品，还有助精器，是近年来查到上大的非法养殖场。藏污在民宅里面，我们最大的困难，一个就是必须让民众检举，第二个就是我们进入到民宅，必须要有进入到民宅的搜索票的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台北市动保处指出，早期工作经过一年多，认为这个繁殖场位在徛家，修正工作是真无简单。警方侦办中发现有4只狗仔，敢若要死，送医了后不治死亡，业者方罚了60万块。另外，有其他兽医师涉案，也在侦查中。被要约谈这些特约兽医师，到底是不是他真的有跟他合作，还是他非法使用这些伪药、劣药，甚至他是不是有跨区职业？业者长期经营这个狗仔繁殖场已经有20年，狗仔流行甲不法所赚的金额，警方是继续追查。动保处呼吁民众踊跃提出检举通报，而且唔通买来路不明的狗仔，到店内保护动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全国自杀比例70%是查甫人。高雄市的性命线协会嘛，发现讲心情无好，女性会先找人开讲哦。也毋过，查甫人会想要先解决问题，一挂传统的观念，互现代查甫人是活甲真辛苦。这是高雄市生命线协会，每天24点拢有协谈志工接听电话，陪伴真济彷徨、失望、受打击的人度过生命中上歹过的关卡。男性是真的有变多，他们会试探，就是说，他会问你说，那你大概多大年纪呀？他们就会很低沉，然后就是说要讲，又不想讲。担任协谈志工32年的高小姐讲，这几年打电话来寻求协助的人，男性比例确实增加真多。针对卫福部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全国自杀死亡的有3565人，男性有2388人，女性有1177人，男女比例是6.7:3.3。当年高雄市自杀人数451人，男性318人，女性133人，比例是7:3。
往往就是闷着。那我们也知道，那个男儿通常有泪不轻弹嘛，从小就不被鼓励这个表达情绪，所以往往呢，事实上不能解决的时候，他们自己真的都是闷在心里。今年七回高雄市生命协会针对心情不好如何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十八回以上市民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男性中三成八是先解决问题，三成五会选择运动舒压，将近四成女性会先找人讲，其实才是解决问题。生命协会强调，解决问题无代表解除压力，有目屎无轻易流的观念，和真侪现代男性活甲真无轻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语天气工会的个别演唱会，伫高雄巨蛋已经进入最后第三场。昨暗邀请失重小歌手李月俊做来宾哦。李月俊今年打完成伊的梦想，举办伊人生第一场演唱会。昨暗站上高雄巨蛋的舞台哦，甲工会合唱《花那日记》，让九万名的观众非常的感动。工会的个别演唱会只剩今仔个明仔载最后两场了。欢迎有心愿奖。年纪最小也是最大咖的嘉宾吕月俊小朋友，第一工会祝贺红麦演唱会最后第三场，工会邀请纪录片《幸福小歌手》的主角吕月俊讲台。出事十个月，因为脑瘤伫跌到目睭的神经，看无的伊，第乐团十分为歌手会记得，今年举办伊人生第一场的演唱会，完成伊做歌手的心愿，影片予工会非常的感动，嘛予吕月俊有机会站上高雄巨蛋上万人的舞台，两个人合唱《花那日记》。虽然伫彩排的时阵，吕月俊紧张到哭，也毋过正式上台，伊表现了非常的好。嘛，讲伊上爱唱台语老歌。我的歌有新歌，有老歌拢有吼。有啦。你怎啊最近出的一条？最新出的七老八十。哎，出起来。是。迄广告歌，迄条七老八十，你好唱哦。你要来两句啊无？啊。若是有你陪伴，我心难一半。工会的个别演唱会只剩今仔明仔最后两场，唱煞伊就要甲麦克放诶退场，嘛不要甲记媒体举办庆功宴。中处个别歌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东县新东镇三民国小和平分校哦，因为附近的农地是真好卖，所以农村的人口是严重的外移。学生只剩19个人，嫌啊着荒废校，希望后一代会使保留农地。学校设计一种真特别的课程，要让学生啊了解农地插座会造成的后果。我家屋顶看到美景，日出超棒。台东县新光镇三民国小和平分校的学生囡仔，无妨因徛过四界，常常因看到厝土地卖卖看板，也来做一个写着家己的优点，试着将家己卖掉，看安尼是不是会使。帮你卖掉好不好？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会卖家的。这是和平分校的综合课程老师为这一班三年三名学生设计一课有关熟悉农地插座范围课程活动，利用学生囡仔将家己当成农地共款，写出各种优点来卖，也互更加了解农地，也亲像人甲人之间有各种牵连关系，甲伊的好处，按个卖掉都真可惜咯。办了这个活动，那个告诉你和平社区很棒，千万不要卖掉。把它优点集结完之后，再把它给个价格。然后再告诉对方说，其实这些优点都有，你很棒，不要卖掉，就跟这边土地一样。林建雄主任讲，真侪东海岸无得海景的农地拢被卖出，伫学校也感受到人口外移，学生人数每年减少，农村有消失的危机。希望利用安尼课程教育下一代，农地一旦换成了金钱，产生的社会问题会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男子亚当的选手陈世杰哦，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传出好消息，伊在男子无限量级比赛，伊掠起193公斤，挺起245公斤，加起来438公斤哦，三高破家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嘛摕到两面金牌，创下中华队参加亚锦赛的新纪录。
林川阿温了后，25岁抓当选手陈世杰，因为受伤休困上少半年，经过复健重新训练，伊将近一年无比赛，参加亚洲锦标赛，状况真好。抓举三届193公斤成功，陈世杰甲乌兹别克选手斗阵领先，头一遍挺举230公斤成功第一名，第三届245公斤成功金牌到手。反正比赛就是他也没有说特意设定，他就要求成功率而已嘛。嗯，当然抓举三把成功起来了，前几后面很有信心了。以平常心发挥训练的成果，抓举193公斤，挺举245公斤。总下438公斤，和陈世杰摕到无限量级两面金牌，创下新的纪录，也打破家己保持的全国纪录。我只想达到教练对我要求190、240，没有说所谓把谁设定成对手。三年前，陈世杰讲算笑讲，加去国外比赛，予人欺负，回来才会更加打拼。你甲三年前奥运的成绩来比，总成绩进步20公斤，想要伫咧世锦赛奥运来赢别人的机会愈来愈大。记者林秀伟、新志明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沙特阿拉伯卖家大清真寺哦，两个扩建将传出吊车落下来意外，造成至少107人死亡，238人受伤。画面中会使看到正高正大台的吊车向向歪去倒落来哦。迄个时间是拜五下晡5:30的倒过的时间，所以大清真寺有非常侪人，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官方表示哦，因为大风雨造成不幸，迄当时的风速每点钟有83公里。卖家吊车哦，预计9月21号要开始，为了应付愈发侪信徒，大清真寺佮附近的道路拢会赶工会扩建哦，无想。就讲得发生一件悲剧。再来关心新加坡大选结果出来了，总理李显龙所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哦，得到将近70%的选票，会使继续执政。这届新加坡的大选哦，有181个候选人，竞争13个单选区跟16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哦，伫89个国会是其中，将意外摕到83席，而且伫大多数的选区拢摕到正选票。李显龙讲哦，这对新加坡来讲是上好的结果，嘛代表执政50年。人民行动党哦，伫后李光耀的时代会继续执政，挑战失败的工党党哦，只摕到60席，表现不如预期，得票率为前一届的45%，只剩无到40%。过来看德国全国上下拢积极帮助难民哦，除了政府提供教育、就业机会，德国的卡球界嘛出钱出来了，要帮助这些难民会使早一天来融入德国的社会。德国慕尼黑最近拥挤大批人民，专程大动员。德甲联队拜仁慕尼黑除了捐出100万欧元，也搁设立训练营，教导大人囡仔学德文。事实上，早伫去年热天，柏林近郊的德比巴比斯堡队就带头替人民做了一支球队。30名球员分别是来自伊拉克、伊朗、马其顿、奈及利亚和索马利亚的人民。在等待庇护申请的漫漫过程中，两礼拜一摆一分，替因排解压力，慢慢适应德国生活。There's nothing to keep yourself bus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walk.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very, very terrible. So when this football club, football team was came into existence, I thought it did not affect me myself positively. It affected other people's life. 德国总理梅克尔拍开大门，准备接纳比去年加4倍大约80万的难民。就好，以前往柏林的难民注册中心取材时阵，受到叙利亚难民的包围，纷纷抢来加几位。因看作是母亲的总理来翕相。梅克尔表示，除了替难民处理合法身份，更加重要就是提供因工作机会。难民进入一场的事务，将由德国移民难民局甲劳工部合作完成。梅克尔也阁拜访了柏林市的山区一间学校，这间学校替难民儿童开了迎新课程，并且让一群13至17岁来自全球各地的难民囡仔甲当地学生同齐学习。Integration wird sicherlich zum Teil über die Kinder stattfinden, die dann im Kindergarten schon sehr schnell Deutsch lernen. Und ich hoffe und glaube, dass die allermeisten wirklich hier auch
目前来到德国难民大部分都不要讲德语，或者是只会当讲简单的英语。那是讲要融入当地社会，首先就需要克服障碍。除了政府，德国慈善组织联名也伫各地设立地区的庇护所，提供照顾咨询、语言课程、网络以及安排休闲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来关心，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仔去高雄参加伊陈婉英女士纪念馆的开幕。蔡英文讲哦，伊陈婉英是台湾第一位女性的县长，陈菊嘛是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的市长，所以强调讲女性中正会使让民进党的政治版图稳定，嘛会使继续传承。总统好。把彩带牵出来，伊陈婉英女士纪念馆给伊开幕。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陈菊做伙来恭喜。民进党前主席柯信良甲副总选的成员法师嘛受到邀请出席。蔡英文以伊陈婉英做台湾第一个女性馆长为例，希望民进党的政治版图会当继续传承。咱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的香火的传承。也是一个民主运动的香火的传承，但对于民进党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代志。不过对无偌久，搁要举办的国庆活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邀请伊上台做伙唱国歌，伊煞无想要表示意见。洪秀柱哈，那他有提到说邀请我们在国庆日上一起唱国歌。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民进党马上要启动2016年无分区立委提名作业，党内评估即届无分区有希望会当增加到16席。蔡英文表示，分配会以专业为主。我们整体的布局还是以专业为导向。那我们当然也会去注意到部分区立委哦，跟我们的选民好，还有社会大众的沟通互动的能力。蔡英文强调，会评估因的专业议题想法甲以往的作为，尤其搁爱看重无分区立委甲民众沟通的能力。记者郭彩的民调款高雄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哦，早起是到国民党的铁票区担任永康的复兴老兵文化园区，受到民众真热烈的欢迎。针对目前台南天狗日的疫情真严重哦，洪秀柱是表示，大家拢是一家伙啊，应该要做伙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出关了后，行程是继续行。上午是来到台南永康的复兴老兵文化园区参观，受到现场民众热烈的欢迎。热情的民众跟上伊往来，要予伊好运往来。洪秀柱，当选！洪秀柱，当选！伊针对目前台南天狗日疫情严重，洪秀柱表示，只要住伫台湾，大家拢是一家人。因此，不管如何，拢要来台南来看家人。同时，更爱将心比心。在台湾嘛，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管什么地方有些问题，或民众遭遇到一些有什么一个困难，我觉得都要来看望家人。到底疫情受到什么样一个伤害？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呼吁？将心比心，任何地方有事情发生，我们都应该来关心的。另外，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去有媒体询问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这块大饼，敢会有无够本的问题？洪秀柱是安尼讲：这个好的人才一起来，才能够挑更好、更好、更好的人，对不对？洪秀柱更加讲，不管是出关前或者是出关后，来到台南总是会当感受到南部人的热情。民众对伊的支持，就算台南天狗日已经是真严重，伊相共嘛袂惊。记者温正行台南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今仔参加第三届台北国际亚残日哦，台北唔那是亚洲的第一站，今仔嘛甲新加坡做伙举办哦。另外台北市嘛传出天狗日快筛剂特别无货咯，民众是真烦恼哦。也唔过柯文哲是表示，台北市的物资上充足，无可能会无货。Cheers！咱大家做伙干杯，庆祝第三届台北国际野餐之成功。台北市长柯文哲嘛参加野餐，真大嘴咧食三明治，含啉水果茶。嘛讲，离伊顶一届野餐的经验已经是50多年读小学的时阵啊。伊嘛呼吁市民朋友，家己爱行出户外，卖只是踮咧厝内。这个活动哦，鼓励台北市民哦，多多出走向户外哦，多多去晒太阳，不要整天在家里哦，躲在阴暗的角落打电脑。我有在研究啊，这餐饮这么多，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问题。柯文哲野餐只是户外，真难免有雨神，要安怎解决雨神的问题？柯文哲讲，应该爱想办法来解决。只是在轻松野餐之外，面对登革热的疫情在拖，
台北市十一号阁确定有三个案例，即卖团处市议员接到民众订单，台北市的登革热快筛试剂已经得要无货啊，家己只会当抽血隔离三天才知影结果。民众讲的不算，人家卫生局讲的才算啊，这不太可能。但台北市有买吗？或是购物？不是啊，台北市是。是那个首都所在地呢，那个物资都是最充足的。通常如果台北有这个问题，那其他城市都完蛋了。柯文哲强调，民众的讲法不一定正确，必须要以卫生局官方的数据才标准。同时嘛，为着鼓励台北市政府各局处加强效率，柯文哲嘛要求各局处对外参加比赛，若是无摕到第一名，就来转来向伊报告。记者小熊龙雄台北报道。气温方面，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1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高30度。新闻的最后，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美国的奥克兰州的动物园看会画图的动物。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桂，明仔再同一时间，咱再会。Bars. A metahuman prison. Sweet. I can't breathe. He needs oxygen. Get the cutest part. 闪电侠，周日早上10点两集联播，就在公视频道。经典电影院，相爱的七种设计。究竟有没有人懂爱情？一间时尚饭店的广告企划案，引爆了职场上的爱情角力。要撒狗血。七个人物。七种个性，七段关于爱情的呢喃想象。我的咖啡嘞。徐伟宁、莫子仪、黄璐。我能泡给你吗？9月13号，周日中午12点半，《相爱的七种设计》。提供你一个报复的好方法，消你心头之恨了。你呢，也去找个男的，然后跟他上床。那跟我上床那个人呢？对人家也是有伤害啊！老实说，我还好。哎，你干嘛？脱衣服啊！你男朋友不是等一下就回来了？看到我们这样子干妹妹纯聊天，很逊。不会。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16个夏天》就在公共电视。多媒体创意竞赛，最高奖金10万元，邀请您创作短片，发掘身边的汉字故事。黄鹤音乐万万岁三节目入围金钟最佳综艺节目奖，黄韵玲、林志毅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还有非戏剧类节目导播黄慧娟以及最佳灯光李媛媛四项提名，用心值得肯定。每个礼拜一定要看公共电视《音乐万万岁三》，让我们一起玩音乐。公视迷你剧集《麻醉风暴》荣获2015年金钟奖7项大奖提名，包括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奖、男主角奖、男配角奖、女配角奖、导演奖、编剧奖，众望所归，再次引爆。